为什么是这首歌？我从小到大都被别人说我长得丑，还学唱歌。但是我妈妈一直在鼓励我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有一点，我可以在这里非常充分的鼓励你：唱歌与长相没那么大关系。我刘欢长成这样，我刘欢长成这样子，在中国的流行歌坛上，我唱了快30年。也有很多人讲不要看到我的长相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今天还站在中国的流行。